我们的五弦它最能融汇的，你看我马上到中国变成古琴，方老师像是把一古琴给竖起来了。你看我们到北京，马先生这个从小听的京韵大鼓单弦儿，阿拉伯两河流域的。印度，你看印度的西塔尔，它是这种哑哑的声音，这个音阶，印度鼓，你看，好了，到了西班牙，你看响板，到了欧美了，它变成古典吉他。还有民谣吉他呢，还有电吉他，你看它这个琵琶是这样的玩法的。所以琵琶是最能融合世界的文化，它是因为它是本身就是混血儿。